是1937年七月间的一个夜晚，守卫在天津马场的士兵们已经入睡，但身在北平西园参加暑期军训的学生阮杰成却被一阵枪炮声惊醒。就大概4、5、6号开始吧，附近我们就听到枪声，听到枪炮声，小炮，不是很大的这种大炮声，小钢炮是什么的，机关枪声 就很多。华北的上空应该是这个战车一触即发的。1931年，918事变爆发后，日军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到了1935年，日军已占领了热河。在与国民党签订了和美协定后，中央军退出平津，只剩下29军成立稽查政委会，在北平、天津一带驻防。至1937年，步步紧逼的日军已来到了北平城外，控制了北平的东北西三面。此时守卫平津的29军三面受敌，能够和后方联系的只剩南方一线。为了应对突发情况，1937年7月1日，阮杰成和同学们走进了29军的军营。1937年7月1号，北平举办那个学生军训总队。那么在南方呢，早前两年，就35年、36年已经举办过了。在这之前，已经有一批爱国学生加入了29军。他们要保卫自己的家园。上学的那时候呢，就是看到这个日本军人那时候这个狼人倒在那里来了，我们那时候我是县县啊，都到县县里边都是日本狼人乱窜乱闹，就叫着国家那个地位啊，这日本太欺负我们了。说是我们呢几个小要好的同学吧，就在思想就是什么，说我们不就是应该我们自己上学干嘛了，说国家这么大，是咱们当兵就完了。学生们剃了头，走进29军位于南园的兵营，他们成了老百姓眼中的焦点。大概有那么这几百上千的，他专门给他们一个营房住。那会儿我们都管他们叫小孩连，只要他们见着他们人，都想多看几眼。而学生们眼中的焦点，则是29军士兵们身后背着的大刀。29军原属西北军，由于武器装备落后，所以军长宋哲元购置兵铁，为每个士兵打造了大刀一把，另请西北武师传授刀法一套。1933年，29军在长城喜峰口夜袭日军，肉搏战中，将士们手中的大刀砍死日军500余人，士兵们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而他们手中的大刀也成了29军的标志。当时就在这个有那么长，又是有三斤的重，那个刀鞘子的呀是皮子的，皮鞘子，那是背着背上，遇到敌人了呀，那一抽就抽出来了。他的刺刀子这一来，就这刀子就是一夹，蓝头刀，这一刀往下一拉了，底下的虚腿刀。战场上我们又遇到这个遭遇战，遇到遭遇战了，那就是一直利用到了那个大刀。29军刀法最厉害的，则是132师师长赵登禹。出去赵登禹一个29军，第二个找不出来哪一个杀的日本人最多的，他是数第一。你杀30个，他可以杀300个，因为他有那大刀砍，他有那手枪打。在士兵们的眼中，赵登禹是传奇人物。每天训练结束，
学生们总要围在老兵身边，听他们讲述赵登禹在喜峰口战斗的故事。说到高兴时，他们就一起高唱军歌。这样的日子美好而惬意，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却只是奢求而已。1937年7月8日，听到枪炮声的阮阶成再次从梦中惊醒，而北平的市民们也走出院门，惊恐地看着西南方向。市民呢，就很惊慌失措。到了第二天早上，北平城变了一个样。第二天起来一看，街上的顺境没有了，你看街上都中午没人呢。在军营里，阮阶成也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气氛。八号早上，我们早上起来早操，那个时候有条令兵急着忙过来，向我们总队长报告。那么总队长听完以后呢，说把这个执行官、总指挥官调到跟前，讲了几句话。讲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是吧？他就匆匆忙忙地走了。这一走之后，我们从此没看到。后来才知道，他是到前方去了，去指挥战士去了。深陷在惊恐中的人们，这时才听到消息，知道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就在1937年7月7日夜间8日凌晨，日本华北驻军鬼称有一名日本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于是日军向卢沟桥一带开火，29军将士奋起还击，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就在同一天，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寇的侵略。北平城成了中国人最关注的城市。全国各地的人都走上了街头，他们高呼爱国口号，为北平的将士们捐款捐物。这时，北平城外经常能听到零星的枪声。那个时候总有我们总没得有电台子在广播，那有好的消息呀、那老百姓都是百度是相告。在兵营里的士兵们也擦亮了手中的大刀，准备和日军拼死一战。一天也没有时间磨刀擦枪擦红把擦子弹，就这天就搞那个。那个到那个挂头发都挂多了。负责守卫南方一路最重要的南援兵营也被加高加固。这备战，他为怎么备战呢？就把这围墙，原来他就有围墙，把围墙又加高，围墙外边的这个沟啊，又加深加宽，他把三个门的口也挖成了沟。北平附近的老百姓则开始把自己的亲属送往北平城内。那时候一般的呀，像家里的妇女什么的，就都躲开南仁镇了。像我们家吧，那会儿，我母亲，还有一个婶子，还有我姐姐，他们这个呢，我二叔就带着他们，就往北绕着走。奔城里了。城高壁厚的北平城成了人们心中的避难所。身在军营的阮阶成第一次感受到了战争离自己是多么的近。因为我们那时候营区里面跟他们的部队混杂着混住的，一部分他们住，一部分是我们学生。明明白天看他们在下午或者白天都看着他们，到第二天没有了。第二天被人空房子。为了学生们的安全，军训提前结束了。阮阶成心中知道大战已在所难免。就在这时，他得知了日军与冀察当局和谈的消息。1937年的7月9日、11日和19日，
日本华北驻屯军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的协议都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是一纸空文。献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却蒙蔽了冀察当局的视线，迟缓了29军步兵应战的准备。7月25日，陆续集结到平津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到20号附近，都来了，这个出现了侦察机，侦察我们的部队。日军不光有飞机，还有坦克和大炮，而29军士兵的手里除了大刀，只有落后的汉阳造步枪。此时的北平圆月当空，若在往年，老百姓们总要聚在一起赏月聊天，但现在大家都躲进了家里，不敢出门。那个时候的光想和在中央的政策呢，也都能够化解就化解，也是避免冲突扩大。可这日本人也调兵遣将，是人家是远远的来进兵。咱的部队呢，在大明，赵登禹的部队在大明过来，那么冯振南的部队在保定，他往这边集中的时间，咱徒步走。赵登禹自己本身27号到的南苑，因为我家就住在这个宋志远那个他的司机啊，他的自己家很近，恐怕不大安稳，是吧？就搬到前门了，搬什么洛克饭店，洛克饭店在哪里？搬洛克饭店。那么在洛克饭店楼上，对，就在这个以后的几天里面，我们在这个房顶上面看到了南园的南园的战斗，那么就可能这个火光啊，炮声听到了。1937年7月28日，日本华北驻屯军趁29军换防之际，突然夜袭了他们位于南园的兵营。28号夜，大概是也都夜里3点多钟吧，日本的炮就打了，日本的炮就往南园攻击了，往南园打。在重炮的掩护之下，日军牟田口联队率先冲入南园守军的最薄弱处——学兵团的驻地。南园的守兵没有正式的部队，那俺们算一个团，那算学生没学来，我们连枪都没打过。其余的哪还有部队？三次七次，在北京、罗沟桥、宛平县、前面大概乱七八糟的，3次8次在天津，1次3次在张家口。这一刻，南园兵营已成孤营，里面的学生兵大多没进行过实弹练习，但面对凶猛而至的日本兵，他们却豁出去了。每个学生一条步枪，4个手榴弹，200发子弹，我们也得开始武装起来。在学生兵的顽强抵抗下，日军又遭到了赶来救援的29军副军长佟麟阁的夹击。就这样，日军被赶出了阵地。此时，赶去团河前线指挥作战的赵登禹却遭到了日军的伏击。敢说师长赵登禹了。团河一遭遇日本人的伏击以后，随从把他的大刀一交给他，右手拿大刀，左手拿手枪，跟日本都干起来了。但是我离着他近的害怕得很呐、他那个刀风风的呼呼的响啊。日本人的军官也好，当兵的好，看到我们师长那个场火，
不敢飞到天了，飞到天边都没得你的命在。赵登禹这一仗呢打了以后，就发就这个桥两边都是死的人，也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那么赵登禹在这个时候打的仗呢，看来打的是挺好的。为什么就撤了呢？就轰炸开始了。在日军的轰炸中，原本准备用来在陆地与日军决一死战的南原兵营，霎时间变成了火海。他们有的就一个腿没有了，有的两面，我看一个都叫炸的。士兵们豁出了性命，要与日军战斗到最后一刻。在我们家的对面营墙上的这个战士呢，拿着步枪打飞机，结果被飞机机枪扫射，一下就死。我们眼看着的倒下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了下午，阵地已支离破碎，学兵团1700名学生兵只剩下了800余人。这时，士兵们听到了赵登禹宣布撤退的命令，开始突围。我自己的，然后就掉队了，还走到大红门，离着大红门大概有不到1里地，看着一伙人在这围绕，在个树底下在这喝水，一看，军长就那边团长，会教育长正在那儿。他们干嘛？他们守望，就是我们在后边有这乐队的这个，他们守望我。赵登禹坐着一个黑色的汽车，就奔北撤，就奔城里撤。撤到哪儿呢？就撤到从南原到大红门这8里地的中间，这飞机就追上了。忽然间，他的大炮、坦克车、飞机都来了。飞机也轰炸，坦克车在炸，大炮也轰来以后，师长给通的哥都受伤。我就听着喊嘛的，副军长受伤，那我就跑过来呗，跑这边看着一个人背着，后边人扶着腿，那么把副军长就背下来了。通灵阁和赵登禹率领部队撤退到大红门一带，却落入了日军的伏击圈。那个日本一派人在马路边边放的机枪扫射、冲锋枪、机关枪，向着车子来一打，把车子打的是个乱七八糟，几百个洞洞。坐在轿车里的赵登禹当场殉国，年仅39岁。赵登禹脸上、身上都是血，他说叫他的随从向他母亲说：“忠孝不能两全，对得起国家，都对不起他的妈。”通灵阁与赵登禹是结义兄弟。得知兄弟阵亡，通灵阁不愿独活，在与日军的战斗中，他身受重伤，却依然不下火线，直至流血过多，壮烈殉国。南原失守，北平四面被围，军长宋哲元率领部队撤出北平，全线南撤。北平市民意识到亡国奴的日子要开始了。这时，阮杰成一家决定离开北平，前往天津。到天津路上呢也很危险，为什么？那次我们守军就是跟人家是个平头，头发都剃了，日本人要查的。他看到我年纪轻是吧，就更注意了。啊，年纪轻太注意，而且头发也没有了，头是这个光头平头。他把我手拿去看看，看我手有没有老茧，是吧？他因为我没几天。木枪也没摸了几些东西，所以老茧也没有。
而且年纪相当轻，就二十岁左右吧，对不对？可能我还有家属、家里人、家人在一起，看出来不是一个人，对吧？我家属在一起，还有一个镇长，所以放火了，放过去了。此时的天津却不再太平。7月29日，日军飞机轰炸天津，拉开了进攻天津的序幕。我们那个班长在天津一开战，头一仗就死了，打死了。他是个老兵，他参加过长征抗日，他都听那胸都跪起来，他指着我们往哪个地方打，他是个班长嘛。哦。我眼看他的眼睛都直了，我一望他，好像没神了一样。我一看他这地方，把棉袄打这个衣服打破了，一会儿我这地方流出血来了，一会儿意外就疼了。守在天津的29军士兵拼死抵抗。但日军的轰炸却越来越猛烈，敌人的炮火厉害，咚咚咚！你看我说的，就在那个闸口，那检河那时候，一下那个我们那个镇子那河堤上下去以后啊，那高粱地里，一个炮弹坑，挨一个炮弹坑，这一个炮弹坑啊，就这么一个大，这么一个大圆坑。一个坑挨一个坑，一个坑挨一个坑。一枚又一枚炸弹在城市中爆炸，周围的建筑纷纷倒塌，很多人都躲避不及。在人们的呻吟与孩子凄厉的哭喊声中，天津沦陷了。
1937年7月，作曲家麦新有感于二十九军奋勇杀敌的事迹，创作了《大刀进行曲》。二十九军英勇杀敌的事迹传遍全国，鼓舞着人们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战斗之中。这时，中国人面对侵略已不再沉默。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我有时候无法面对一张张写满沧桑的那种脸。最打动我的是他们的那种淡然。当我们静下心来听他们叙述的时候，发现他们当年去奔赴沙场冒死拼搏的时候，依然是那么淡然。